你也知道吗？然后这个问题也是想要跟您去做。这里是第一份新闻，大家看到什么？这是什么地方？这是第一份新闻，从北京开始。这是一个内幕，我有这个想法，不然怎么搞的？都是胡闹，胡闹的，我讲，我讲，你看我现在。Thank you.